KK 跟 SP 是竞争关系，你是 KK 队长，不过我做了 SP 的领队，我们两个人就是最大的竞争对手。我们肩负着各自的战队，还有俱乐部，我们不再是自己一个人了。所以，伍佰，我觉得有些事情，比起爱情更加重要。对不起，伍佰，这一切都怪我。今天这番话，我应该早一些沟通。可是，你喜欢我吗？说过，我们之间不用说对不起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爱奇艺 Chillax 里榜，我的地档的在。